的障碍。衣服换来换去怎么办？你选择头疼，整理好心情，这才是勇猛。女王的心意，耀眼的星星，时尚的精英搭配什么？看我的心情。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，但不能碰我皇冠。我一天当中只有梳妆打扮，身材过关。走到街上就抢一千台进口奔驰。我来自成都，是成都的恩赐。你听到的不光有什么，还有真实。没有谁看到我高兴的就像过生日。帝王喜欢我当偶像，喜欢我的根子。还有哥哥弟弟叔叔阿姨都是粉丝。心上不能什么钱包，女人就该生日。写八个你爱的那个 bad boy 都想与我有关的，多少 hate 他们把我视为眼中钉，当嫉妒从你心里爬到脸中心，做自己就是你，做个最时尚的新人，打扮漂亮的